红男马东石再次展现反差萌，上传一段拿着手机自拍影片，亮点是马东石手上紧握 Hello Kitty 手机壳，让粉丝网友们被萌化。影片中，马东石在机舱内对着镜头比着手指爱心，脸上露出笑容自拍，努力用粗壮的大拇指按下拍照快门键，拍好之后还自己点头，似乎是很满意自拍，让网友们直呼太可爱了，真的是马可爱无误，萌男比心太暖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反差萌。而马东石也经常在 IG 发出自己戴花环、比爱心、贴可爱纹身的照片，而粉丝们很喜欢他展现与荧幕上不同的魅力，因为大众很喜欢这样的形象，宠粉的马东石乐在其中，展现大叔少女心，让网友们更加觉得马东石温柔的个性真正能称得上是体和柔情。